直接拿走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也安排了三个人参加游戏。 我可以不玩吗？退出可以，我现在就打死你，就算结束了一轮。那请抓紧时间开始吧。好。 用一把做我手脚枪来玩游戏，你真够无耻！玩不起就说玩不起，不要盲嘴胡说。我胡说？你敢不敢把枪打开检查一下？你的转轮上装了个三味螺丝，只要调整螺丝，子弹想停在哪就停在哪。为了骗我，你真是煞费苦心，还打死两个自己人。哈哈哈，那我就摊牌了，不装了。别动，小云，果然是你。我们。